摆不准时，很专业。等长大了再给奶干活啊。我也帮你摘。摘完了这个没有了。我就留一个了。摘真干净，好了。我给你起来了，我要这个。妈，你让我的像镰刀似的。像什么？像镰刀。那不要了，那奶奶扔的了，那坏了，老了。坏了。那是有点烂。怎么烂？哎，对，心里。你说烂了，然后又搞沙子了。哎呀，好惨，该扔它就行呗。哎呦天，这会过日子，对了对，啊对。那个还掉了。大宝说的太对了，扔它就行呗哈。我奶奶给我一个，这块该买了呀。哎，妹妹去吧，给我一个。哟，又摘干净的了。这个。谢谢。这一个。包饺子，早就盼包饺子，是吧？我包茄，但是包饺子，大宝不懂，大宝还小的。嗯，芹菜。芹菜。嗯。哎，你看。嗯，好了。不能那样放呢。给我。你看看，这样子是不是烂了？这坏了就得掰一去，是吧？嗯，这扔的，你看我那个都扔的。嗯，还是你有办法呗。不能扔那么多，那扔太长，光卡到这儿，这些都留下来。好了。不行。嗯。你都得留着。好。给我。没有了。这些都烂了。嗯，全瘦，瘦肉馅全肉瘦肉，带点肥肉还能香点些，这汤。行，可以。跳舞呢，看就看出来哪是我包的了，我包的比较特别。嗯，是就行了。我包的最起码也不能让它露馅了，不能煮漏了。
看看。你这有想象力。你的面太小。你咋想象？想象力丰富啊，是吧，大宝？有。对吧？你也是这个。